I'm not up to that just yet. Maria! 就真的没办法，要不然我就身上那2600都拿给你。 原本拿到那一件三蓝四蓝，哦，三蓝的这一件6连装的时候，我塞了暴击几率跟暴击加成，然后还塞了启发，然后暴击专精我点那个辅助的暴击保级加3，我的启发暴击双两个暴击蓝色的全部都有吃得到。 攻的那个一那个攻暴击100%这个一定要差太多了，确实啊，你应该是不是要点啊？我不是有跟你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的暴击几率太低，你还不如去投资一点点爬山。但是当你的人物起来之后，你开始就是要去投资暴击的东西，因为暴击加的东西太多了。 跟你说爸爸，你要不要抱抱？干鬼！是。我好寂寞，我好孤单，我好冷。我冰车。干哦，一样都错。我没有说人命啊！我有说他吗？我没有说他。 没有吧？我看他说实在的，这样子5年我们就起飞了。我只要再加个暴击，不知道再加个暴神珠宝上去，干，这样。暴击几率啊，你现在有暴击几率吗？暴率现在应该算够了，但我只要打出去，基本上都是有感觉。青群怪可以啊，但是你要再考虑一个打王的点。如果那只王不会招小怪，你打王。 暴你刚好没暴到，他跑过来给你猫猫啊一下，你就爆了。所以没有。所以应该是要那个吧，如果是我的话啦，我就是发暴击几率暴击加成3颗我都塞，然后剩下的就是我自己用手放着，就是这3颗我都会塞，然后再塞一个3，大概就这样。然后低游侠的话，我就低阶换快攻。 啊不是，那个不是游侠的。我如果是拿侠客玩的话，我就是快攻换低阶，然后再加上本身的那一颗攻击技能。哎呦！哎，瓜！哟！下游用大怪，先升元神。 原神是绿羊在玩的，他都在 Overwatch，Overwatch 都是这样，我无滴 Overwatch 哦。啊，无迄是啥货啊？瓦罗兰。哦，瓦罗兰。我要用哪只来跳舞啊？是，至少都过一个月了吗？ 有啦。有啊，我有听到声音，抱歉啊，因为我刚刚电脑是用耳机，哈哈哈哈哈，所以我感觉怎么没有。
哇，这一颗好强！这颗的确很强啊，他那一颗冰弓吃三条，啊，如果是那个冰霜之刃吃四条，白风嘛。白近战的冰冷技能吃四条。在三 C 左右吧，三 C 到五 C 左右。我是觉得可以卖到十 C 啊，太实用。你就没有玩冰系的技能，不然那颗挺好用的。哎、欸，来心，你看我们认识多久了？14个月，再加前面6个月，哇，我们认识了快2年。不是，对，为什么奶昔的声音我听起来断断续续？你就说吧，就不是我的问题了。那这样子嘞，那我再把声音调大声一点，这样子呢？那奶敏昔，感的问题，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你头离开就是你的嘴巴的出声的方向没有面对你麦克风的时候，你就会断，所以他的代嘴表，巴会生出小孩，出生的方向。所以就是你的音感调得不够高。那我觉得这样子应该，我那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就还好，对不对？我要调整一下我的声音，等等等一下。好，干耳朵要炸裂。啊，这样子嘞，有啊，有好好很多多，这样好很啊。你多。看，而且你们的声音听起来好多了，真的吗？这样子听起来是比较，比较成熟稳重，没有那么油腻大叔。我很油腻大叔吗？因为我现在讲话很小声。没有，我是说原本油腻大叔，现在听起来成熟稳重。没有，因为这个是小声讲话的我，然后有，真的是不用了，谢谢。我们大声讲话，不是啊，我大声讲话，你们耳朵就炸了，你这样讲不话会才不叫会，正常，这样不会因为吗？你刚刚又变你太小大你大声。声一点，你再声音大一点，你的那个音感才会那个，不然你这是把你的音感调高。哎，所以 DC 是的音感调高，音感调高。那现在这样子的声音是 OK 的吗？会不会太大声？就断断续续啊！你声你音太……小，你就断了；你声音小，你就断了。看一下，喂喂喂喂，哎，还是有点小声的。你看，连农药都说不要了，他都要来拘留你了。那这样子呢？这样子 OK 吗？我稍微增亮一点点。你再持续讲话，持续讲干话。喂喂。喂喂喂喂喂喂！哇，OK，刚还行，刚还行。麦克风，麦克风，来唱歌啦，唱吧，知道。合理合理。你在进行吗？这个。我今天整个人跟炸，在榨干我的精神。我昨晚10点，我凌晨2点半才睡。我4点又接着起来，直到现在。我今天感早上谢看了，依稀的订阅，谢谢。我今天早上看了2个门诊，下午又陪我妈去看一个门诊，然后晚上又去看一个门诊，然后在家打一个9价疫苗。我真的是，天哪！我今天在榨干我自己的生命力耶。为什么有然后我9价疫苗刚刚9价疫苗就子宫颈癌疫苗，然后呢，我刚刚还陪我阿妈的猫在那边玩了1个小时，不是不然是后不直是，到，你阿嬷不是会毒猫吗？可是他就有一只猫，他特别爱它。你知道我阿嬷现在每天看到我就跟我说，那个猫的大便去清一下，那个猫没有饲料了，那个猫没有水了，那个啊，猫那感觉上你阿嬷是还蛮爱你。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错吧？你阿嬷蛮爱你。你知道重点是那只猫啊，有一次跳到我们家神桌上，把那个香灰什么的都弄出来了。我爸气得要死，我爸在那边揍那只猫，你知道我阿嬷居然跟我爸讲啊，没关系，他不懂，慢慢教就好。然后我爸就说，怎样要给他多玩几次香灰？我爸阿嬷再几次好，阿嬷。你阿不是阿妈在亲嘴，是瓜在亲嘴。亲也是我在亲给阿妈。等一下，哎，等等，那个我这场局打完有没有？然后我换另外一个模式，你们帮我听听看。
所以我现在的声音是比之前好很多。音量好很多，然后声音的那个质量，我是觉得声音质量有